国际消息来看，土耳其北部一个煤矿的矿场发生爆炸放气，49个工人被困在地下300公尺的所在，至少造成25个人死亡。发生灾变的坦克外口，光影影救援人员大步行规模抢救，现场还有真济着急的家属救治者。陆续脱困的炭工全身拢是土炭沙巴，有的受伤被扛起救护车。讲到逃生的过程是心惊惊。Ne olduğunu bilmiyorsun. Patlamanın şeyi. Patlama büyük ihtimalle tam olarak yani biz biraz geride olduğumuzdan dolayı sadece basınç oldu. 这个型的土炭坑在土耳其北部靠黑海巴尔腾省，当地时间10:45。入口下边差不多300公尺深的所在，技术因为甲烷早期爆炸而造成灾害，部分坑都放弃。迄时阵有110人伫坑内工作。确定一个炭工顺利脱困上去，暗过有49人，分别受困在下骹300公尺甲350公尺深的所在。在后内底无继续发生火灾，内部通风正常，救援人员已经在救队当中，陆续挖出数十个遗体。暗过暂时无法度到部分受困者的所在。总统埃尔多安指派内政部长索卢，甲能源部长多梅兹去勘灾。索卢表示，目前的情形让人感觉真遗憾。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。